郝老师，有的书上说用脑子练拳，这事儿怎么解释？所有的东西都要静下心来，我练完这个套路为什么这样组成，大家都要动动脑子，都得想想拳才能练成活拳。在动作里边，从基本功到运用，把它运化开。你比方说烧结化拳哈，根结中结的这个进攻，你如果刚单纯的画圈，它永远就是这样，是吧？这个地方就是顶劲儿的，所以说一定要转换。甚至你看，只要对方是潘老师，我们想向你学习太极拳，应该怎么学呢？我们有一个讨论社区，我定期在里边分享，加屏幕下方的微信呢，进入我们的研讨社区，一较对方的劲儿，一较对方劲儿，一变化，你看，对吧？对，这所有的都是在瞬间马上变化。你看这个，哎，这个地方，哎，这个地方，你看，直接都是这是直接就是。打你的横面，上拨千斤。对，咱们死练拳，但不能练死拳，不能把拳练死了，这就叫动脑子。